哇，火车经过了，姐姐你，来弟弟，走近一点。是啊，火车幽灵区啊。哎呦，这个都是老幽灵火车哎，弟弟。你要不要进去一点看？我陪你吧。你在幽灵火车区拍了很多照。是啊。你帮弟弟拍了很多幽灵火车照。怎么去？这里是三手加机幽灵区。是啊，你要不要跟车头拍照？车头比较漂亮。这个都生锈了。啊？刚才已经有拍了。你跟姐姐帮你拍的哦，我刚来而已。妈妈。哇，这个火车都好旧了，都生锈了，都生锈了，而且里面还有木板。哎呦，好了，弟弟，来看一看，我们就走吧。啊？你想要一直在这里看哦？嗯，我过来了，怎么了？哦，我看到了，这里有那个破碎机，还有那个大的车子，对不对？堆土机，我看到了。破碎机。这个是破碎机啊。破碎机吗？对对对。哦。